大德法师啊，各位有缘同修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我们这次楞严略讲的第二堂课。昨天所有的时间呢，我们都把这个经题，特别是别体啊，就是大佛顶如来密名修正了一诸菩萨万行首楞严啊，给大家灌一下。我想当时发心的初衷呢，就是希望在这个内容的过程中呢，大家都是法师嘛，因为我们对于基本的这些名相也罢呢，或者说术语也罢，已经都已经了然于心啊，就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常态中呢，昨天建立的这个缘起能够让我们有所心地上的受用啊，这倒是我真实的发心。像这个大啊，或者是佛的这个只为度梦不为度合啊，乃是这个如来密因啊，敢不敢认，这些内容呢做了一个穿讲。今天开始呢，我们昨天是落下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总览字，就是经啊，这是我们常说的通体。什么叫做经？因为常讲到说读诵大乘经典啊，也说释迦牟尼佛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反正就是他讲的那个内容啊。那么这个经呢，它虽然有经的体，有经的相，经是要用来体用的，要用。就我们读经是干什么？要起到什么效果？来听法，听经啊，也要得到什么利？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你看，这里依照着古德们的这个惯想的话呢，第一个经有一个涌泉意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读诵受持一部经典的时候呢，很可能一开始读第一遍，或者刚开始读诵了上百部，到了一个层面啊。那么随着阅历的增加，你在生活中对于佛法的更加受用，你再回过头来再读一遍的时候，往往就会有新的受用出来。啊，这就叫涌泉，思如泉涌嘛。啊，这就是经里的意思。而且还有出生意，啊，能够出生诸法。就很多人从三宝之外皈依佛门，跨进门槛以后呢，啊，才发现，哎呀，原来如此，这佛法讲的原来是这个道理。啊，出生法力的，能够显示教理的。啊，第三个显示的意思，能够显示教理，让我们有所轨道而一直一教奉行。啊，再一个看，有时候像神木，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过，就是像那个木匠做的那个，哎，木质挂那个绳，绷着这么一拉呢，就把它定了，这个斜正就把它卡定了，框正了，你不能在上面乱动。啊，再一个就是结成文相，就是把所有这些文字语言穿起来啊，把这个教法穿起来，让它不散失，一直流传到我们现在啊。这就是经的内容啊，有时候也把它叫做什么贯穿常法，常就是三世不能够，古经你不能够把这个东西给我变掉啊，法就是十方都得同时来尊重这个真理啊。有时候就讲到这修行的路径等等这些诸如此类吧，啊，梵语叫修多罗，我们现在汉语叫做经，啊，因为在古代的人呢，把中国就是东土这个古人讲的法呢，都叫做经，所以把佛经翻过来了也叫经。就像我们现在叫寺院，其实是古代这个外交部叫寺院，然后接待外交部接待这个42章经白马佛过来的时候呢，正好在白马寺，啊，现在就偷称为寺院，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再泛讲一下，什么叫做经呢？经者静也，远下禅章那个是静邪那个啊，体性通幽处的静，就是这条道路。道路我们学习经典呢有两条路，一个是从学解解路上来讲，从文思修上讲的话，离经一字即从魔说，就是这条路啊。你看为什么后来对于汇集本有如此大的争议，好多大的是反对不能够汇集啊，不是据说这个把金刚经判了32僧的这个高明太子说现在还在定局受苦，因为他在这个圣言量上动刀的。本来经典是圆满的，全方位立体式的，随人各解的，结果他对这么一改定就成了定见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经者静也，就是一个是从解路上讲，离经一字就从魔说，不能乱动啊。如果另外一个角度，从另一条路上讲，修正路而言，一文解义，三世所愿啊。你看佛法就这么圆满，就这么两头极端，但它总能参在一起啊。你依着这个文字死之牙板啊，说东以为真有东，说西啊就往西执着，那么这样来讲等于说什么了？入不了如来密境嘛，离文字相，离语言相啊。所以说一文解义呢，三世佛缘，就是从修正而言，经者静也，就这两条路要把握好啊。第二个经者经也，黄金的经，这里是这种守的念啊，可以说讲的是最纯真的意义，最直白的，直指人心啊，直指大地心境而言啊，所以它的纯度是非常高。大部分守的念啊，经者经，黄金的经。再一个经者经也，是首都的意思，北京的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部大佛经首楞严是三藏之都，修学我们昨天讲的修学的整个的一个百科全书，特别是从泛讲说整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代经书呢，都属于总释出世间法一切义理啊。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经者经也，北京的经。再一个经者景也，景是的景啊，不是这个海水的这个景啊。景也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就比较，我们就知道比较善良啊，就直白了啊，不是说什么经生佛号唤醒佛害迷路人吗？就佛法的智慧，因果的警示，轮回的催促，让你什么呢？赶紧说啊，原来人生来之不易啊，有可能还要入三途，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赶紧什么呀？要趁早休息啊！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呢，就不念这个苦，不念这个生死，你就始终提不起来这个劲啊，总是下意识的，虽然知道道理如此，可是还是下意识觉得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坐在日暮啊，看着一条路在前面，就等着太阳落山一样啊。说这经者警也，就是要警醒世间的一切名利色啊。再一个经者经也，大慈一经的经，就是这昨天讲这个如来密因啊，显也罢密也罢，都是到了极致了，这么个天大的秘密从来没有在他处能够道彻得闻，听不到，不晓得啊。所以只有释迦牟尼佛跟阿难演了这么一场戏，一语道破天机，经者经也啊。最后一个段说经者经也是什么呢？昨日入城市归来未满经的经啊，也就是说无量劫来我能认贼作父呀啊，往受轮回，不知道这个如来密境就是我们自己当下本具的大定，所以为九法界众生可以说大哭一场。经者经也，就是未满经的经啊。这是我们泛泛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啊泛讲。
当然我们说如果说从悟性上来而言再提升一把啊，把它灵动的来理解这个什么叫做经。你说我们从释迦牟尼佛这听的话，从佛世尊口里来闻法，那么这个时候眼耳鼻舌身意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声成六成了，声音就是经了。当时在提出几孤独园也罢，在灵鹫山也罢，都是佛现场讲，大众当时听。那这就是以什么声音为经。但是流传到啊时轮转世到现在，大法东来啊，这法就住。那现在我们翻开楞严经，全是什么呢？文字。这时候经书就什么了？就成了色尘。这是法无定法，到底真的有个经？什么叫做经？啊，如果说有这个真修实干的，埋头去参，去观照，立缘对境的去修这个观想，啊，天台教下不是有坐中修和立缘对境修吗？啊，那么如果立缘对境的时候呢，用这个啊起这个意识对这个法尘进行观照，这个时候就不是身尘和色尘了，法尘变成了境界。法成为经了啊，但是这些情形呢还是我们这个国土里面的。你转到他方国土里面来讲的话，有的用色声做佛事，有的人家用什么用香情做佛事啊，比如说香吉佛果，香吉佛果它没有声音这么回事，这不是最利的，它是以什么呢？以香饭来做佛事，那这个时候香情就为经了啊，在那法宝的流通必须依附在这个载体上啊，还有的佛果以什么呀？以这个天衣来打坐佛事，这个时候触成就成了经了。那你说六层境界都可以称之为经，到底什么是经呢？哪是经呢？啊，从悟到如来密境的人来讲，一切法皆是经。你看什么闻个声呀，看个竹子呀，甚至听一句情欲响的这种啊淫词，乃至乡里的这种谱曲儿，都成了经了。不是有个娄子和尚吗？娄子和尚他就在这个烟花柳巷里面去逛荡，逛荡听着二楼的这个伴娘唱了一句说：“你既无心，我也修。”人家在唱情诗呢，他一听悟到了，啊，这个时候情诗就成了经了，啊。而佛正在这个啊法座上讲法的时候呢，有一部经典里面，佛再怎么讲，他听得如耳边风一样。这不是《法华》里面有五先生退席吗？啊，《华严经》里面有如聋若哑吗？这些他们听起来，这时候经就不是经了。为什么？起不到经的功用啊。所以我们注意的法宝啊，包装的质量最好，贴了金边，你现在给牛呀、羊呀、鸡呀、犬呀，你去看一下，给你看一下，他能够知道这是金吗？他觉得跟草呀、土呀、木呀、木头有什么区别呢？啊，但是古人看到了什么呀？花开流水都能够悟到，万法都是金，这才是金的本意啊。所以在这部经典里面，佛就发难说，汝等上以圆心听法，用攀缘心来听这个深层，这样的话非得法性，当然就悟到这个如来密。既曰非得法性，是未悟理，既不悟理，既不成形，既不成形，教道虚设。你看啊，如果大家往这个心道上，往法道上去会，那么一切都是经典的功用。如果你心不在道上，一切开示全部都是虚论啊。所以说经体不出，就是经体到处都是迷雾自意，你是迷还是是悟呀，由不得其他人，而是你自己的心地功啊。所以这就是真的那样啊。所以说就这部楞严经来讲，你能够在万事万法中能够都能够彻见这个大佛顶礼，那么一无非都是在修这个如来修正了义啊，一无非都是诸菩萨外行，当地就是首楞严，这就是经。
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经的内涵呢也跟大家做这么一个啊分享。下面因为从昨天到今天已经泛泛的讲了这么久了，我们要把这整个的一部经呢把它收拾起来做一个灌解啊，因为昨天呢只能算是泛解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咬着这样泛泛而谈，今天我们把它一串穿来做一个灌解啊，就是这二十个字，这二十个字呢把它串一下啊，这样我想容易我们啊共同来做一个就是心里有数，把它紧凑的收一下网，是这个意思啊。那好，就这个大佛顶如来密经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数楞严，这一共是五个板块，五个板块，我们用每一个板块为主，其他的四个板块为辅来做一个串联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先给大家明确一下。首先，如果说以大佛顶为主，以其他内容为辅，那么这个大佛顶属于什么层面呢？属于能站的层面，就是来站在它这个大佛顶能表的层面，来表这个法，是能的这个意思，能的层面。下面的四法呢，是为大佛顶所站看所表达的法啊，能所对待，能站能表和所在所表啊。如果以大佛顶为能站，就是以这个大的内涵来看的话，那么就知道如来密经也是大经，因为它能够成就菩提嘛啊，修正了义就是大义，因为它是佛全盘托出称性而讲的呀啊，诸菩萨万行就是大行，为什么叫做大行呢？因为是如实而修的。你看每一位人都是大人，没有一位，后面要讲到五十五位跟菩提路啊，每一位都在其中，行是大行，没有一法不在行内啊。首楞严呢为大定，三昧之王嘛啊，去这样的整个这个大这么大下来，这部经叫做大经啊，这个就叫串解啊。如果从如来密经为主来起串的话，你看这个大佛顶呢就是最精确的比喻了。昨天我们讲到显极之密呢，就像春山吐日，大佛顶佛顶的这个像不是叫春山吐日一样层出不穷啊。如果从密集之密来讲呢，犹如佛的无间景象，九法界众生不得而知，这就是指的大佛顶来比喻这个如来密经它服务的最好最恰当啊。如果悟到这个密经来起修，所有的修都是两义修啊，如果依着这个密经来修，一切的修都为啊修正了义。那么如果说诸菩萨万行来讲，所有的法门都是从这个密经来流出来的，所有的行门都还归到这个密经法界，当即这个密经就是十方如来成就首楞严大定所依的正心因心啊，所以就这么给大家做这么一个上来讲啊。你看如果说就修正了义的这个板块为主，那么只有修正这个了义之法才能够叫做大修大正大佛顶啊，只有修这个大修大正才符合如来密经，只有这个菩萨起六度万行的幻修幻行才叫做诸菩萨万行，只有入这个首楞严大定才叫做什么呀，两义的定啊，就是这样一串穿来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串子啊。如果就诸菩萨万行来讲的话，那么就其行都是一切行，一切行都是了义行，恒守这个大定之行全部都在密因之内起行啊，这个叫做诸菩萨万行啊，就等等诸如此类，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往下这样细灌了啊，这就是到此为止，等于是把这个经题给讲完了啊。如果诸位有这个素质，善根积攒到冷灰啊，暴奏到这个顶点上的话，能够狂心啊，冒个歇处，那就没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啊，就跟这个马祖说的，一口吸进西江水就再说，其实因为是没有说的啊，虽然没有说。
就是妙高峰顶呢是不能商量啊。你落到第二山头了，全部要展开广长舌来说，要说啊。如果你没到不动，那就开始要开始打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呢，主要的内容就是依着楞严经讲两个板块，一个是轮回之路，二一个是解脱之门。今天我们重在讲讲轮回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引导世间人学佛的时候，法师们都会讲到啊，因为有时候他刚刚来碰触这个佛法啊，那么为了把他的这个见解呀或者人生观重新的给他调动一下啊，或者棒喝他一下，往往会用到这些。你仔细想想啊，你是谁呀？我是谁啊？我从哪里来啊？生从何来，死上何去，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话啊。这些话呢听起来确实能给人一个猛醒的作用啊。因为说身为轮回中的一员呀，如果你想寻求解脱，前提条件你要先要明白轮回啊。大家不要以为说轮回好像就是说反正地藏经里面讲到说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断的生成啊，平常我们都知道，那信佛怎么能够不知道轮回因果呢？如果说能把轮回观制的细致入微跟你的心性完全同步的节奏来共振的话，这个人就解脱了，就不在轮回中了啊。所以我们真的能够明晰这个轮回的法义啊，是我们立足的根本，修道人的根本。你的后脚跟，常说后脚跟跟不上，并不一定单方面的是指的说啊你的悟性没够啊，心没住到这个大定中。有时候是什么呢？你在因果上错位了或者模糊，当即就模糊，一模糊就犯糊涂，一犯糊涂就造业，一造业就干果，就出门啊。所以我们要首先明白这是轮回是怎么出现的，这是我们今天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啊。第二个，轮回是怎么定型的？第三个，轮回是怎么发展到我们现在的？因为你想呢，现场感这么强，大家每天都这么生活的，你说一遍我们平常的认知讲解中呢都会交代一些说法，就是讲到轮回是怎么来的，都会说哎呀无明呀，一遍无明啊，好像说无始劫来啊，尽未来际，就从未上这些话去描绘。可是问题是这些粗线条的描绘，你细推交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无明是怎么出现，根本就解释不了啊。就有时候就像我们昨晚问一下说昨晚我睡着了，你仔细想一想昨晚你怎么睡着的，谁知道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昨晚是怎么睡着的，哪一个时间点睡着我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就是一念无明，反正就是昨晚睡着啊。所以这就不精气。你看为什么在楞严经里叫做精言七气，就是七道的这个生命的转化，你要非常明确的知道啊，这是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或者我们讲到轮回的话，好像说轮回不就是转吗啊？但是这个轮回转你也要知道，它是兵分什么呢？两路的。轮回的主体兵分两路，为什么呢？你看作为轮回中的主体啊，一个部分就是众生的轮回，二一部分就是世界的转化，由世界来承载众生，由众生来确认世界。那么这两个并行的啊，就好像是一个场景。假如果轮回是一场戏，这一个场景里面，这个演员中的舞台是怎么结合的啊？演员和舞台是怎么结合的？演员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互相发展或者互换的？这个舞台的场景是怎么样训练自己演员的穿插转化？搞清楚啊。所以说我们要对轮回的解释要到位，要详尽，特别是还要更重要的要解释你一个问题，这是在楞严经里面可以解释。解释什么呢？说既然一念无明启动了轮回，
那么好像我们已经轮回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这个轮回是否还依旧就在这一念中呢？如果不在这一念中，为什么说一念就是劫，就是佛，一念就是轮回？如果在这个一念中的话，无量劫这种拉长的这种广度，这么多内容，难道一念能够承载得下吗？这是非常要命的问题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常讲到无量劫无始以来，其实无始就是一念啊，我们容易把它理解的非常的繁重和久远，凭什么说就这么一念而已呢？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内容呀，确确实实在这个楞严经里边啊，在文字的这种善巧方便中，把它解释的非常究竟啊，确实在基本上再没有经典能够讲的这么到位和让你有这个触摸感，因为好多时候我们没有触摸感，就跟自己的身心贴不上去嘛，接不上去你就没有这个操作的这种自信或者是入口处，当然就不喜欢修行，因为麻木都没有感觉嘛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这么个最触摸不到然而我们要身处其中的最讲究的事儿，但是楞严经把它很不为难的就讲清楚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题目，就是说众生和世界轮回相续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部经典的缘起呢是这个阿难呀，阿难出去其实完了以后受别请嘛，受别请回来以后呢啊，结果呢反而被这个淫女啊摩登奇女呢给用魔咒给射住，射住了没办法了，被佛派文殊菩萨给救回来啊，救回来以后就凑着这个机感呢，那么佛就问说啊，说你当时咱们世俗关系也算是亲戚啊，非常近，说你为什么在我这儿发起出家呢啊？结果阿难就说，哎呀，我看到佛的32相非常庄严啊，殊妙超绝，形体影色就是像琉璃一样啊，然后自己常思维琢磨，哎呀，这个法相啊绝不是由这个烦恼爱欲所生的啊，有这么个情节。结果就这个情节呢，佛就给他说了，说什么呢？说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生死相续，为什么呢？皆由不知常住真心信尽明体用诸妄想。就因为阿难回答了这么一句，这里边这一句话里面大家要剖析出来了，它有两个关键点是什么呢？一个是我见如来32相，这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圆净金刚经》里面讲到，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虽然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第二个错处出在哪里了？常住思维，你看他犯了思维。《圆净金刚经》里面讲到过，起心动念无不是意的，无不是罪啊。所以就在这个佛经里面指出来说，你用诸妄想，此想不生，故有轮回。这是轮回的根本原因啊。一直在这个情节中，其实后面还讲到说啊，说你这个说阿难啊，说有两种根本，一个是你现在与大众呢用攀缘心为自信者，所以启动的轮回啊。各位大德，我们再结合一下昨天的攀缘心是怎么启动，因为昨天我们一直在让大家认，就认这个现场，就认这个当下，只要你认的时候呢，这个攀缘心就没了啊。这个东西确实得试，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心路历程，这个话可能相应，如果没有这个历程呢，听起来色的可能也干巴巴。为什么说只要你认这个攀缘心就没有了，就成了自信了呢？就是只要你认这个贼就成了子了，就成了儿子，如果你不认这个儿子就变成贼了。所以这个时候说，因为你不认这个自性，你的攀缘性就浮起来。只要你攀缘性，哪怕是你用这个攀缘性来认，这个攀缘性就沉下去，尘埃就落定，就这么一点。所以你看，这里就是
佛就给他讲到，真妄字上呀，就在这个轮回迷雾之间顿见分水，这就是轮回和本来就解脱的根本分水点啊，就在这里啊。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底牌要确认好，在什么的一个常态下怎么发生轮回啊。所以第一个我们明确一下众生轮回世界相续的根本原因在这里。第二个我们就要开始了解轮回的启动是怎么出现的那一刹那啊，这个非常要紧了。这又有一个缘起，跟在经典里面呢已经大部分，因为前面的一般我们读《楞严经》啊，前四卷应该是最精彩的啊，不是后面我要讲到吗？就是不是有这个什么七处灯心啊、十番显现呀、什么四颗如来藏身等等这些，常读诵文一目了然啊。但是把这些内容翻篇过去以后呢，还有一个人没有听懂，就是富卢的啊。富卢那没有听懂啊，佛给他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呢，他依然听不懂，他就请释迦牟尼佛开示。啊，这可以说后半部分的最重要的内容。由于富罗那的这个请法，释迦牟尼佛开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是无明启动导致轮回的出现、世界的形成和众生的轮转，一念之差啊。但是这个他这个讲释的非常妙啊，如果你听得很巧的话，确实有意思啊，说原来如此。如果你听得不巧的话，就觉得这怎么讲的呀，就是怎么也捞不到那个痒处，找不到那个机子啊。当时呢佛就问他，佛就问这个富罗那说，你经常听佛讲法啊，那么在经典里面讲到我们现在不是常听吗，什么佛性呀、什么法性呀、什么真如呀、什么一界一生法界呀、什么啊毕竟空等等这一些。那么佛这里问他，就是说你常听我说讲一个什么性净妙明，又讲什么本明绝妙，你常听我讲这类的话啊，说你听过吗？父母那是常听呀啊。其实在楞严经里面呢，就是把它最多的用作如来藏来进行描绘啊。那么当时佛就问他了啊，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诸位法师我们就这么理解，先把它定在那里。佛就问他说，这个本来面目，这个本来就觉得这个心本明的这个心哈，我就问你，是本来就明白的呢，还是你把它弄明白？他问富罗那说，是本来就是明的呢，还是你用这个觉智慧的觉把它给觉明白的？他问富罗那，这一问呢就问出来一个非常千差万别的一个核心在。富罗那就上了佛的这个圈套了。富罗那就说什么呢？说当然要去觉他，才能够让他明啊。诸位大德，富罗那说当然要去觉他，才能让他明，要听清楚哈。原话是怎么讲的，说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所明。就是说本来明这个本明呢，如果我们不去明白他的话，他怎么能够明呢？谁去明他呢？他怎么让我们知道他明呢？这是富罗那说的意思。这里回答未知佛法，这个优离答里面非常扣的点，其实就出现什么无明到底是怎么滑落成无明的，怎么不滑，问题出在哪里呢？楞严经里面常会用到一个专业的话，就是这个表述是怎么表述的，说到无明欲明本明就出现了无明啊，大家再尝试听一下哈，无明欲明本明就出现了无明，无明就不出现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明呀，就是我们本来这个明觉心，它本来就是明白的，就是照的，就是觉的，结果呢你弄出来的烦恼想把这个给搞懂啊，就是无明出来的想把这个本明给弄明，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就那一刹那开始启动了轮回
啊，怎么个意思呢？就是再说白点啊，就是本来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呢，就是对这个没有问题的上面他有了问题，他就想发现问题，结果不断去追究发现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就变成了什么呀？就变成问题啊！就跟我这个自以为佛心切切来这里做法供养，我巴不得供养这位法师说，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我终于发现了，结果其实你们本来谁都知道，然后我在这儿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说，你们听明白了吗？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我以为你们不明白，就开始生事，乱象就开始涌动，我的世界里面就发生了对立的情形，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你看楞严经里面为什么讲到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啊，他打个比喻吧啊，因为有时候这个我们常说的通灵语不打比喻啊不甚明了啊。有一个非常妙的比喻，说本来就是一个照天照地的魔力宝珠呀啊，咱们这个观音菩萨不是两边龙女常捧着一个魔力宝珠吗？这个魔力宝珠呢是本自就具足光明，一切都现成的，结果呢我们就非得在它上面要开一个什么，加一个开关让它明。魔力宝珠本来就是明的嘛，你非得加一个开关让它说本来没有明，开个开关啪的拉开了，让它像电灯一样的啪的关了，以为它就不明了，这个时候魔力宝珠就真的变成电灯泡，就降低档次了，就滑落到什么烦恼境界，就是这个意思啊，就变成灯泡了。这个轮回啊，就虽然我们昨天为什么让大家又说到认了，这个轮回啊本来当体就是明的，因为我们现在以为它是电灯泡，就真的被牵到轮回中，这一念就启动了什么呀？轮回。富罗那如此，我们如此，一切众生皆是如此啊。所以可能大家对这个在先见上还未必能够根据不上来，我们做个实验，做个实验啊。你比如说哈，大家都认为啊，我们走路的时候，这就是无名跟本名的关系哈。比如说我们出去自然而然的走路，大家吃完饭了，吃完饭以后去这个百步沙去散一散，是啊，这个华严寺可以到天目山去走走。那么中途呢，也会有栏杆，也会有树，对吧？我们自然而然的走，前面一旦有栏杆的时候，你肯定想把它跨过去或者绕开，或者我们自然而然的走，前面有树过来遮了，迎面过来遮了，你要去闪，要躲。我们如果在凡夫的知见中呢，往往不是往往了，没有一个不是天然就认为说我一定要躲，我赶紧要闪，看见树我一定要绕，这是我主观能动的一个我的作用。错了，其实有我作用的时候，已经就是你多此一举、自作多情的在想明白这个本名的那个心在作用，一念无明。你敢不敢做个实验哈、啊？就是说，在这个本性具足的自然状态中，我们看到一棵树或者遇到一个栏杆，是自然而然就会跨过去，自然而然就会绕开，不用你去多思维这个我要绕开或者我要跨越。当你思维我要绕开又跨越的时候呢，你就落到无明里边了啊。如果你自然而然就明明知道说什么，它是我们自性本具、自性光明中自然而然具足的功德呀，这个功德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自然而然你的这个肉身见到过来遮挡的树，那么两个色法一遇，它肯定自然而然就会有作用，就会绕开，但是我们在上面一定要强加我得绕开，这就叫本明和无明的相处关系，就在那个时候就出现，而且一直出现着，我们现在正在用，而且不知道啊。你比如说我拿起一个杯子，如果说这个杯子里面的水再伸出喝一口，如果说这个杯子里面的水呢非常烫，非常烫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把这个杯子什么它给扔掉，但是我们往往以为说这个杯子我扔掉是我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我如果我的思维中不错意一下我要把它扔掉就不会扔掉一样，不是这样子
就是在我们本具的这个天根功德中啊，只要这个杯子是烫的，你的手拿着它是烫的，它别着它烫，花朵扔掉，这一切都是本自具足。这就是禅经里面说的什么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自具足，人生万法。但是我们在上面就一定要多去操这个经，就跟这里讲到的无名欲名本名，一念启动无名出现，就是这个意思啊。在《楞严经》里面讲到，当然都是说的这个法啊，就是说本来就是清净之法，结果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清净法上呢，再给它去净它、清净它，结果就用这个净法去脏这个本来就净的法，就把它脏掉啊。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其实经典里面给我们提供两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比喻，这释迦牟尼佛说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妙喻，就是在印度当时的失落法城里边，有一个人呢叫眼若达多。他有一天起来照镜子的时候呢，他照镜子的时候清楚的认为说，镜子里面有一个人，有眉是眉，眼是眼的，都非常忠正。结果他看到镜子里面的人啊，头、耳朵、眼光、嘴巴都具足，都具全。结果呢，他突然发现说，我的头去哪儿？从发现我的头去哪儿这一念开始升起以后，他就像疯了一样，自己去找自己的头。我们现在轮回的情况其实就一直在找头啊。大家淡淡的这样设想一下，你说我们一天活个什么劲儿？我们一天每天就不要说一生了，就说一天吧，自打一天起来以后，眼睛一睁就想着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就不断的往前赶着自己，不断的往前奢探。这个奢探劲儿就是这个一念启动的无名劲儿，就摆脱不出来，就跟这个眼若达多疯了一样，到处去找自己的头，说我的头在哪，我的头在哪。他不知道这个头一直在他头上，都不知道啊。那么一直不知道会引发什么呢？又有一个比喻了，在经典里面佛就说有一个人的眼睛啊，本来好好的，他非得盯着人那看，盯着看的时候呢，他看一眼两眼啊没有关系，他一直盯着这个虚空看，盯着这个虚空看下去，看久了他就非要看出来个什么一样，结果真的看出来什么，久而久之呢叫做瞪目发牢嘛啊，各位都知道这个词儿，看到空中什么呀，我们现在叫医学上叫飞蚊现象，其实就是什么空中的狂华乱舞，就把这个狂华当作真的引发什么呢，世界就出现，众生就出现，就是因为他看得久了，那个劲儿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使这个劲儿就开始出现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六祖问说什么是上座的本来面目呢，不思善不思乐，就是让你把看着久了的那个劲儿给它放下，只有这么一个劲儿，其他的啥都没有。但是就这一个劲儿，佛就讲了40种莲法，就让你把这个劲儿给卸了啊。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概念，轮回就是这么启动的，一念无名一名本名，一下就滑落的无风起浪，就开始涌动了，涌动到第三个阶段叫什么，就进入轮回啊。进入轮回，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轮回的萌发的初期啊，萌发的初期。一念无名这样出现了以后呀，它会发生我们整个本来清净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然灾害，是什么呢？一个是能顶这个真觉之体，就是本来的这个觉明；二一个是什么？就是能发万有之相，所有的万事万物开始就什么呀？要出现啊！在初开始萌发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大家想想啊，你说他本来他风平浪静没有事，结果呢这边就一定要给他搞出来个事儿，
这边要搞出来一个事儿呢，他就认为一定有这种我搞出来一个事儿，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对面就也出了一个事儿，啊，就等于说这边穷追不舍，那边只好被迫回应。回应的多了，这边不追着也不行了，啊，这边追的久了，那边回应就成了习惯了。这样的话，二元对待世界就出现了，啊。就是说，就是他要明白这个本明的心呢，在这种催情下呀，把本觉的状态呀，变成了一个什么认知的对象，就启动了一个妄觉。所谓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每个人都以为说有主观能动性，就这么来的。这个心一动，就转成什么呀？业相，就是我们造业的业，其实就是无事生非出来问题，啊。那么这个业相这个感召一出现，你这个业相出现以后，你得有一个去能知道这个业相的主体啊，就是对方出现了，刚才我们讲的，你得去回应。这个回应就是说，把本有的这个明明白白的一个本有的智光呀，就是我们本有的觉性啊，就给滥用成什么呀？能知觉的妄想。其实我们现在的妄想就是本有的智光的作用。但是我们把它用烂了，用烦了，用这个染了，就成了一个妄想，能知的妄想。对待那个什么呀，妄起的业相就开始出现了什么呀？出现了一个对待的东西。这个时候呀，如果说就像羊肚子里面的人一样，就等于说一开始父亲母亲一结合，结果什么呢？那个胚胎一出现，胚胎一出现还没有六根嘛。这个六根就慢慢开始什么往出来长。如果把这个本明的东西当做一个胚胎，无明的东西开始什么六根开始乱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世界也把动成一般，就这个时候处在这个状态，就叫萌发菩提啊，开始萌发。一萌发的话，你这个妄想就一定要明白有这么一个东西啊，相对的对面就一定有这个东西被你要明白。这样在本来是一真法界呀，一真法界是平等无染的呀，本来在没有同意的法性中，同时的同这个差异的异，本来是没有一同意的法性中，突然间什么呀就持然而起，分为什么呀有同有异的对待世界。这个时候世界开始启动了，世界的那股劲儿就开始发生了啊，发生以后，那我们要明白一下，发生以后就兵分几路了，不是两路了。为什么？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众生，啊，还有一个虚空呀。我们往往容易把虚空给忘掉。这个世界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一念觉起，本来这个自性啊，既然分为能见和所见，到了这个地步了，到了能见和所见这个形态之中的时候，能见虽然在。可是所见诸法还是整个都是一个混沌的，你还没有去。